成龙作为第一位真正意义上打入好莱坞的香港影星，是中国在世界影坛最具影响力的演员。他创造了幽默风趣的武打风格，吸引了万千粉丝，就连美国总统奥巴马都是他的忠实观众。近日，成龙与奥巴马昔日握手照曝光。据悉，该照片摄于2011年1月，成龙当日应邀出席白宫晚宴。美国第一领导人见到偶像后竟然放下身段，一秒变成小粉丝，又是握手又是搂肩，最后还露出招牌的白牙，好不开心呐。据悉，成龙曾批评美国是最腐败的国家，世界最大的贪污是吗？当然，搞的世界大崩溃是什么来的？就是世界，就是美国那边开始的。我在美国街头访问，人家问我，我也是这么讲。酷流娱乐余文速递整理报道。